上长人人长大长光学大，各界议员等外国各地各位我们的嘉宾外援官员，喜庆典场面显得热烈欢场，高的敬意，同时与各位热心党派为后助力一见，协助本个推展助力慈善工作。本人也要代表本个同仁向各位的融情两爱敬致以万分谢意。各教会是宗教的各团体，也是道德教育的推展中心，各教所先人的孝弟忠信廉耻仁尊，以不欺不为，不贪不妄，不骄不怠，不厌不乐化界，是各教希冀与个人所示的守信行善，也是儒教经典所包含的精髓。各教信徒接受教化，立志上述十章八咒，知人行之，大人畏惧高品德。据本人所知，北海紫薇阁的幼稚园已经超过了数十年，当时的创校宗旨在于对年幼的孩童们提供基本的道德教育，灌输正确的生活价值观，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，这是值得赞扬的美事。紫薇阁幼稚园以提供优质幼儿教育课程为特色，以富爱心和启发性的快乐学习方式教导幼儿，世界优良的教育理念，只为了提供父亲发现温馨安全的学习环境。在我们的园长老师们的殷勤教导之下，为我们地方的小孩做出了基本的道德教育。Thank you.
的支持。历史以来可以说是一个记录，获得人民最高得票率的支持。但是虽然如此，有一些小屁人还要捣蛋，还不要承认这个事实。尤其是最近在农历新年之前，有一些机关组织，包括武统，做个建议，做什么建议？他说在冰岛乔治市市区不能够公开卖猪肉。他们忘记他们已经不是政府，他们忘记当他们做政府的时候，公开卖猪肉不成为一个问题，但是现在民间之政就成为一个问题。上向各位致谢词，今天是教五年正月初三，我们欢迎我们的滨州的首席市部长之外，我们也欢迎我们的两位行政议员林空城以及彭伟宝先生。我们马来西亚的教总会陈廷信的长，马来西亚的教联谊总会的黄世新，拉豆黄世新的长，本哥的长陈坤华先生，华堂的代表谢和平，准拉豆谢和平硕士，本个名义永远名义个长拿到司徒金先生，庄启仁个长，本个名义个长刘焕章个长。今天我代表本个向各位致万二分的谢意。